现在三百都是外行，带你来看到出生在中国山东、高龄87岁的李焕章，从小家贫，但是跟着人呢剪纸做窗花，也练就他一手的好功夫。花白头发，朴实白衬衫，眼前这位笑嘻嘻的老人家，在剪纸教室场合相当受到欢迎。恭喜恭喜！就怕学生不起劲，老人家三不五时还来个脑筋急转弯。一块豆腐可以用三刀可以切成八块，替答案。你应该会。我想不出来，我只学了半。上边四块，下边四块，不是八块吗？一把剪刀，一张纸，老人家似乎更有让世界安静下来的魔力。屏气凝神，葱茏的双手，一刀接一刀，两刀成桃花，三刀有樱花。更厉害的是，红色绸缎纸三两下一折，随便一剪，春喜两字像变魔术一般，躺平的也能站立。这就是春天到了。这些在节庆上才会看到的剪纸，老人家传授浑身绝技，桃李遍满天下。高龄87岁的他，剪纸手艺近80年，是国内无人能及的一等一国宝级大师。我从10几岁就剪，生长的那个是山东啊，那是一个，那个时间是一个农业社会，男耕女织嘛，家家都有一把剪啊。有什么喜庆啦，比方说小姐出嫁了，要剪个喜花；穷人家过年呢，买不起猪肉啊，就剪个猪头放在供桌上，这个叫猪头花。所以呢，我一边替他们描图，一边跟他们来学剪纸，所以我也学了很多的。出生在中国山东，从小看着大人剪窗花，耳濡目染下，李大师练就一手剪纸好基础。随国民政府来台就读师范，成了辅导老师，万万没想到剪纸也能再度派上用场。这是一个葫芦里边一个春。春子，春天的春，上边一个娃娃，就是葫芦福到春到吗？哎，福到春到。传统简单技法除了用剪刀，复杂的更融合国学水墨套色，拿雕刻刀作画。这是京剧人物。哇，京剧人物老师，这上面的哦。那刻的这是鸳鸯套色法。哦，套色有什么难处吗？先刻出了黑的，对，然后按照这个羽毛，它这个情形再配上去，配上颜色。狭窄工作室内堆满一叠叠毕生的剪纸新线，王昭君、貂蝉、西施、杨贵妃分别代表沉鱼、落雁、闭月、羞花四大美人之作跃然纸上，作品之多数都数不完。收集的凑完以后重新来编排，你看这个九龙壁我收集到的，我已经刻出来了，上边都是这个资料，收的几万份有。就像是一尊活的博物馆，李焕章拼了老命只为了剪纸传承。民国80年获颁国家新传奖，一身奖项不计其数。黄河两岸大江南飞，所有的苦艰难困苦都尝到了，苦甜酸辣咸。年间历经战乱，一路颠沛流离，老人家内心有着一份对乡土文化的热情和不舍。透过李焕章的剪纸，仿佛看得到他一生不平凡的写。